楼顶鸠楼下李明山邀您共赏小姐不息地。哎，叫一找可爱美女，你心中会有谁？英珍吧。哇，自己这样讲，你还在爱她？没有爱她，我是她是我真的认识女生以来，她真的是最可爱的女生。干嘛？你干嘛又要做人设？我是讲真的啦，我说他的个性外显，他现在要做的人设就是说，即使分手了，他还是觉得他的前女友是可爱的。他想要把，就是他带那个酒醉女子回家的事情，让观众有完全掉。对，关淑桐的模具比较大。来试一下。好像。亲一个。我的心中真正要亲的男生，我只会亲阿本而已。你一定要把场面搞僵哦。亲下去。之后呢，很多人都会说，女生精心打扮，不管是为了今天的整场约会的穿搭，还是整个行程的安排，然后男生好像就是，我就直接去了，很随便。嗯，所以我们为了破除这个迷思，我们今天特别做了一个不息地的联谊节目，而且是真的是很隆重的联谊节目，不是闹的哦，是真的有可能可以配对，真的不是闹的哦，真的不是闹的，请到的人都非常厉害，其实都在各个领域都是佼佼者。对，然后我们今天的手上有有人要报名，可是我们说你不够厉害，所以我们就把他推掉了。有这样的事情是不是？骗你的啦。但是今天真的是每个都是很厉害的，我们现在看一下，光是他的 title 你就吓死了。第一位呢，你看他的性格就是幽默的音乐才子。接下来，女生很重要的、很在意的就是她的脾气，脾气又好。嗯。再来第三点，很多女生都很喜欢这一点，她财富自由，是有钱人是不是？对，就代表说她现在可以陪着你去玩。所以出去吃饭的话都是她请客。可是她的财富自由，我等下问她好了。嗯。如果以这个线索来说的话，你脑中有人选吗？幽默啊，周杰伦吗？哎呦！可是他结婚了、啊。他结婚了，音乐才子，脾气好，财富自由。林俊杰。派伟俊。哎呦，有可能哦。他蛮可爱的、啊。对，他最近就是跟着我一起拍影片，又更好笑了。什么叫跟着你？就是我们一起拍影片。你是很大头阵的。不是啦。他比你帅一万倍、亿倍。好，我知道，Love you。上次有上我们节目那个男生，很会弹吉他那个王什么？王Allen 对，哎呦，也有可能哦。对，可他有财富自由吗？哦，应该没有。你是比较新一点点，那我们就要来看第一位在哪边。可是很厉害哦，因为他们是隐藏人物，所以第一位，请问你在哪边？我在这里。啊！这个声音怎么老耳熟啊？请问您是幽默音乐才子吗？对啊，当之无愧。请问音乐的部分有没有什么著名的名曲呢？分开的结果我很疼，从此人心不再自由。啊 ，good 啦 ，good la good，everybody good。不是说要认真做一集吗？所以你脾气很好是不是？你凭什么脾气要差啊？是人都有脾气吧？对，开始脾气不好了。对啊，我问那个问题，你惹到你了是不是？我觉得有一点哦。那这脾气不好啊，我有点心情不是很好现在。可是第三点很吸引人哎。嗯，财富自由。所以刚刚有个问题是说，如果女生出去吃饭，男方一定都会买单吗？对啊对啊，我觉得这个是基本的礼貌。那如果带她出国旅游，你可以全包吗？我当然是全包。哎呦。对对。吃住，吃住。机票全部都是我出。那他可以带他的全家人一起去吗？他家人有多少？大概十几二十个。叫他吃自己。好了。脾气很差。脾气很差。你越不要让他出来了。不给他出来吗？因为根本就跟不符合啊，那条件。他去躲着吧。我跟你讲，后面的更不符合。不是，我已经算里面还可以。你太不符合了，我不想看你。所以我们直接先看下一张吗？下一张可能会有比较符合的。好，下一张的这个线索呢是187演技派，很迷人呢、啊。187公分也太高了吧？演艺圈有187的吗？
187、欸。我昨天那个新戏的记者会有看到一个男生朱轩阳，是他超高的、欸，他好高哦，而且他好可爱哦。会不会是他？有可能，因为有可能为了宣传，而且他超他逗乐全场的女生，因为他非常害羞，所以他讲话就是很呆，然后女生都会说哦好可爱、喔，呆萌呆萌的。对对对对，如果是他的话，我真的会很兴奋哎。他的声音是怎么样？是低的吗？还是很低沉？很低。就问他说，那你们那一集是在讲什么？他说就那个疫情，戴口罩。哦，呆萌呆萌。对，然后大家就想说，哎、欸，就这样吗？他说。还有实境恋爱，然后我们就说怎么可啊？哎呦，现场女生都疯了，搞不好就是真的他来了、哦。如果朱轩阳来了，这就是啊，我们节目就太高级了。那请二号男生为我们打个招呼好了， okay. 听一下声音符不符合 ？Hello， 嗯，这个有，这不是朱轩阳的声音，有点高哎、欸，蛮高的。这声音听起来白白的，不知道为什么。你有187吗？有。人生中最巅峰的作品是什么？目前都没有红过。有啊，有吧？是不是有跟我们在同一个摄影棚有一个什么节目啊？哦，嗯，对。啊，不过那个很久以前的事了。你该不会是燕王吧？如果你是的话，你也给我好好蹲着，不要出来。欸、都不能出来吗？不是说好要认真做吗？起码给一个认真的好不好？给他们出来解释一下好了啦。而且一号其实不能蹲那么久，他起来会头晕。哇，其实我已经中风了。先欢迎一号跟二号男生出场啦。欢迎小松哥还有苏红。耶、yeah. 欸！你脸红了耶！真的红了。你给我蹲那边十五分钟看看。放屁嘞！哦，真的会晕嘞。哇、oh, ，你现在 OK 吗？现在还好，给我有氧气筒。浩哥，这是你的板子对不对？哦、oh, ，这是我的板子，谢谢谢谢。好，那舒红， okay, 好，来，对，舒红，你就是个色情狂，干嘛还要来我们节目？我哪里色情狂了？你就是专门带那种爱睡不睡的女生回家，然后就……没有， oh, 真的、哦，你对、啊、你很斯文哎，看起来没有，那是一个绅士的表现哦。Oh, 我觉得他都是很会抓 timing， 那个女生就是醉到还是可以行动的时候，还是有点意识的时候，他赶快带走，然后就是。没有，如果完全失去意识，他就不要，那就变捡尸，就没意思。我其实那一次我真的是想要跟阿本继续喝，但是那个女的她跟我说她想回家了，然后我是不是要很绅士的哦要护送女生回去？那因为看时间又太晚了，所以我就没有再回去那个 bar。对，哦，你干嘛讲一个他不知道的故事？因为我也没办法接话，啊、我想说我什么话都可以接的，我真的接不下去。小东哥还不知道要假装知道还是不知道？那个是上一集的故事，上一 集,、哦、上一集的哈。你跟我跟他讲了。哦，我真的我完全不问你，一脸茫然的小东，我真的很茫然。对啊，我先看完你那一集，我再回答你这个问题。好，那先欢迎两位，因为底下还有后面两位。哇，后面两位不得了。更厉害吗？哇，你会希望更大。可是因为我们今天其实找来的四位男生呢，他们很多条件都是女生喜欢的，比如说刚好幽默嘛，财富自由，然后高，对，然后会做菜。接下来下一张也很厉害，因为他是暖男，超级暖男，暖男还不错，对，而且他很会规划行程，出游的行程，对。就女生完全不用管，对，因为通常这种事情订饭店干嘛的都是很麻烦，因为他以前在雄狮旅行社上班，所以我们是找一个专家。如果是开雄狮旅行社的话，还那个比较值得邀来。是，然后他的第三点是把女友当女王，哇，哦，那很好啊，这个是完全是，但是帅不帅？我们都没有讲到，你就不用再想。算性格了。我们是写一些，尽量就不要再往其他方向想。对。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又帅的话，就根本就完美啊。人，不会是人缺陷的。但他这些搞不好已经弥补到他的外表。目前听起来我觉得很高分哎。而且他也不一定不好看呢。对。第三位男性可以为我们打个招呼吗 ？Hello。好轻佻、哦，是不是觉得我们两个还不错了？是不是？请问一下，你几公分？我要看情况哎。哎呦，幽默我状态好的时候会有171，状态不好的时候是什么状态啊？鞋子比较没有选对的时候，对，会变成169.8。
九。所以你如果光脚的话，你到底几公分？142。最真实的身高的话是168，是一个很吉祥的数字。你今天有带鬼来吗？我今天没有。OK。那我们要欢迎他吗？好，你出来吧。欢迎第三号。大家好。对啊，我想到，一脸失望的表情。我想到我们说要对他好一点。对啊，有一集他很可怜。对，就是很多人，就是他如果真的发生什么意外，他是找不到人去安慰，就是照顾。好，欢迎医生。医生来了啦。也是。他说他来上节目就是唯一可以跟大家讲到话的时候。真的。对啊。哇，我有时候就会觉得说，我的世界已经安静到快要耳鸣了。接下来第四位。他的这个头衔是帅气小鲜肉，你现在已经不相信这一切了，对不对？然后运动能力加，想做什么都陪你。你的脑中没有任何脸，没有任何的脸。好，因为他们跟他们差不多吧。他算是吴尊，没有那么糟了，没有那么糟，没有那么糟，真的没那么糟了。这个真的算是优质啦，那我们就直接来欢迎他，直接欢迎他，欢迎第四位帅气小鲜肉，毛俊嘛，对对对，天啊，你把他整个人家弄过，对对对对，为什么对啊？对，有人问你问题吗？因为今天跑过来的，因为今天的开场真的太特殊了，大家都会很难招架，没有试过这样的开场。所以毛俊你几岁？29。29，对，29。你说想做什么就一定什么，想做什么来某句，一定都陪你做，都会陪他做。对，就是可能我不会他喜欢做一个，他有他的兴趣，然后这个兴趣可能是我没有尝试过，也没有做过。比如说织包包，也行，或者打麻将啊，偷东西。偷东西可能就是法律上 OK 的事情，然后我就会就是我不会的东西，我把它学会。然后去跟他一起做这件事情。OK， 欢迎你。对，是。其实呢，今天的这个联谊呢是这样子，因为以上四位呢都是优质的单身男性。嗯。然后呢，他们今天都为了这个约会，因为他们也有看到女生的条件、内心，所以有为了他们做一些准备。然后今天来到现场的三位女生，其实我感觉你们会吓死。我跟你讲是认真的，因为他们有看过四位的条件。就是我们跟他这样比起来，我们算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样。没错。有这么高？很高 ，level 有到这样子，超高，哎，天花板了已经。秀慧姐出来，我就真的翻脸了。翻脸。可是还是要问男生，就是你们，因为台湾好像大家都说什么，约会都不准备。但今天有没有特别为了这场约会做什么准备？我觉得基本上呢，约会首先呢，我会带那个防蚊液。因为有时候，譬如说到郊外或干嘛，我觉得有防蚊液，女生会常会很氧化，有防蚊液是很，还有外套我一定会带着。女生有时候会冷啊，去砍点或干嘛，有个外套给她披着，我觉得很棒。对，然后还有这个口香糖我也预备，万一要接吻，要接吻，对。然后内裤也会穿凯文克莱的，万一要发生什么？对，万一要发生什么？现在最红的还是凯文克莱吗？还是凯文克莱？对啊，是吗？有啊。你们这个年纪的都穿什么 ？Supreme 的内裤。因为比较长，因为比较长了哦，我们换裤子一直拖来拖去。对对对，凯文克莱的内裤，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穿了，就是小钟，你让我看一下你内裤头是什么？内裤头今天的啦，今天的，今天还好啊。我这件是穿的，这个是赞助的，谁啦？谁啦？林丹，林丹给我的，要省啊，这林丹给我的，哎，我也是，哎，你也是穿这条。哎，我都是穿这一条。林丹到底撒了多少内裤出去啊？他说上节目一样穿。对对对。而且为什么是这个色系啦？他有很多色啊。你为什么不穿个黑色？而且他今天也是穿一样的，你们竟然穿一样的内裤。总哥你没讲啊？没有没有，我是灰的，我是灰的，真的，我是灰的。拿走。等一下，那个美女出来之后都要检查裤头，内裤头。真他的裤头吗？检查你们的内裤头。那我也要看他的裤头。哎呦哎呦。真的吗？不行，不行吗？嗯，所以你已经 out 了，这么快就 out 了？我先看一下你的裤头。哦，凯文克，哎呦，哇，穿到有备而来，有备而来，有备而来，果然是哇，有备而来，老江湖了，哇，姐妹高手，姐妹老江湖了，姐妹高手，你
你是我，你是不是录完影又要去哪里？要去。我从以前到现在都一直穿他们的内裤，因为很好穿。对。Eason 呢？你的是什么？我的也是。符咒有符咒，符咒符咒，再压再压。又是凯文克莱。哎呀，我一讲这两个都心机鬼啊！这两个今天就想要干嘛了？你们俩今天很有机会。他们是想要干嘛？我的款式是属于比较旧一点的那一种。什么款式？对，我是那种。它的棉质，它是比较便宜的，宽松，太小的啦。好了，重点来了，各位，我希望你们现在赶快保持好最完美的形象，我要看一下坐姿什么最帅的样子。哇，因为接下来真的是有这么厉害，很厉害。我跟你讲，光看第一位的类型，韩系美女，真的有这么厉害。韩系美女，你们觉得大概是会是谁？有一个感觉，韩系美女，韩系美女，你们心中的那个周子瑜，周子瑜，韩淑华，淑华那种，淑华。韩系哦，是哦，韩系美女哦，孙艺珍这种类型的，哇，就超漂亮的。孙艺珍有到同等级，孙艺珍这种类型差不多到这么高啦。嗯，天哪，哇塞，龙叔红，你心中的韩系美女是？应该是全智贤哦，不是林志贤哦，全智贤。好了，我跟你讲，大家一定觉得我们在闹，在开玩笑，但是我们只要邀请他出来，大家知道我们是认真的。我们要来邀请。第一位韩系美女登场，哇，包容啊，包容啊，哇，你好，你好，你们认识吗？包容，我不认识，她是韩国非常有名的模特儿，她身材已经好到就是没有任何的瑕疵，太完美。她帮很多巨星当那个替身，真的，对，是，哇塞，美不美？我有追踪她的那个 IG， 有，是哦，有，对对。啊，진짜요，감사합니다。她会喜欢台湾的男生吗？네，엄청합니다，我说非常喜欢。为什么？왜요？왜요？친절하고일단자상하고매너가너무좋아요。那是因为他长这样啊，이쁘게생겨서그런거예요。아이쿠，감사합니다。他现在有男朋友吗？啊，네。有。哎，好诚实哦。嗯。好，那请他赶快出。因为今天是要交朋友哎。对。他还是可以讲一下他喜欢的男生要具备什么条件。일단조금저한테잘해주는남자를좋아하고또자상하고말씀앞에서드린것처럼좀친절했으면좋겠어요완전우리현장에有一位把女友奉成女王的那位，完全跟他开的条件是一模一样的。对，请起立，请起立。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如果是这个长相可以吗？是他的型吗？对。他会不会很在乎男生穿什么内裤？嗯，팬티요네그약간他该不会喜欢방사만아니면될것같아요不要网不要网纱型的内裤，快点拉出来给他看。网纱穿了啦。过头做的过头，你要知道哎，过头啊 ，Kevin Klein， 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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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他真的，因为你们四个都有开条件，对，所以他真正选出来的，可以请他讲他的是几号吗？제가아까인터뷰할때저자상한거뽑아서이제3번뽑았었거든요3번을골랐어요마음이따뜻한 마음이따뜻한남자그리고또제가워낙계획이많이없기때문에계획을짜주는게좋아서마음이따뜻한여행일정도잘챙겨주는남자가좋습니다就是你是有看照片吗？没有，没看照片，盲选没看呢。擦肩的男歌手，看的话就选不出来了，真的啦。当然没看，对，擦肩的没发现。Oh my god， 你们好有缘分哦。你看，哎，心心相印的。所以怎么样？他有高兴还是失落？对，
这个感觉很失落，感觉出来有点为难哎。但不喜欢了，我看他家，对他有点。刚有说他有男朋友嘛？所以他的外形跟他真正的男朋友的外形落差有很大吗？嗯，差蛮多。男友是有180以上吗？아남자친구키는비슷한것같아요아어떻게그래요좀아요한분이없는데有机会哦정말이야好可怕好奇怪정말작은데我只是想看一下他的真实因为那边看不到近一点他说比他想象中的矮一点有点距离所以站起来所以跟他讲的是我连送都要走过来呗还有台阶啦有台阶对那边有台阶超愚蠢坐下来坐下来可是因为听说 Bora 今天也有为了这个约会好好的准备一下，请问他有没有什么穿搭技巧或者是？为了准备了，准备了，但是，혹시의상에대한한번설명부탁드립니다아제가평소에도여행을좀좋아해서여행지에서제가가장좋아하는옷을입고나왔는데요이목걸이는특별히제가태국여행할때직접만든거예요물론선생님이거의클래스선생님이만들어주셨지만제가만든목걸이라서여기에포인트를주고화이트로매치를해서어떤여행지에서도다잘어울릴수있게코디해보았습니다很漂亮，又不会过度的性感，然后又有清纯感在。这样的装扮应该四位男性都会很喜欢吧？而且它这上面这个感觉有点像马甲的感觉。就是四个比起来的话，其实哪一个最接近他喜欢的样子？다들너무멋지신데맞아东亚贼，不说了，是安静的，波拉刚刚手往那边嘛，对，然后医生还这样。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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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是就是感觉很就感觉干干净净的之外，他觉得他有那种韩国男偶像的感觉。然后他今天的穿着又稍微是比较休闲一点的。对，今天来对了，很搭哎。哇，你今天那个哎，被喜欢了。今天开始有自信了。他性感每天更嗲啊！小周是不是要开始闹脾气了？我不会。后面还有两个，赶快介绍下一位吧。没品哎，没品哦，脾气好，脾气好。好，那先欢迎 Bora， 谢谢。还有机会，还有两个机会，没关系，我们还有两个机会。吓到了吧？第一位，对，我没有在闹，很厉害。真的国际级的，请到国际级的，不要放弃。我们现在很期待，跟观众一样期待。对，下一个有什么厉害的？所以叫小可爱美女，你心中会有谁？温妮这样也很可爱。哎呦，我喜欢温妮这型哦。温妮很甜美。嗯，我没想到你会喜欢温妮。温妮，那刘书鸿呢？英珍吧。哇，自己这样想，你还在爱他？没有爱他，我是他是我真的。认识女生以来，她真的是最可爱的女生。她真的非常可爱。哇！你干嘛又要做人设？我是讲真的啦，我说她的个性外形。她现在要做的人设就是说，即使分手了，她还是觉得她的前女友是可爱的。对她没有任何的批评。她想要把就是她带那个酒醉女子回家的事情，让观众洗掉。对，没有啦，是因为她小小吃的，然后她眼睛又大，然后她的个性真的很可爱。那你干嘛还劈腿？我哪里劈腿了？太乱讲。明明医生就说她玩比较凶一点，不是吗？哪有？我也不知道她讲什么。没有。对啊，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久了就会升华，对，像家人那样子。OK， 好。好的，到底是谁呢？让我们来欢迎二号娇小可爱型美女，欢迎她。哦，太柔，太柔了，欢迎。很高，这惊喜没有太大。啊，对，为什么？怎么都没反应啊？那你惊喜才没有很大嘞？
先不要吵架。可是再怎么样，她也是个大美女、啊。对对对，因为太认识蛮久了，所以对她就是完全没感觉。也不能说完全没感觉啦，就是、啊、就有一点点感觉吗？就是当然啦、啊，美女嘛，对啊，就是太听起来超没感觉，超没感觉，因为太熟太认识了，所以你不会想要去追她就对了。可能不会。因为太会就会，不会就不会，怎么可能不会？那应该不会，就是不会吗？对。他个性很好，而且话不多。对，真的话不多。真的因为他那时候我去录我那个美食节目的外景，对，嗯，话很少。很少。你是主持人，对，然后他是来宾，所以我很累。真的抱怨，因为如果当来宾还话很少，我很想揍他哎。好，但是他只要出现画面漂亮就够了啦。所以树红喜欢，是你喜欢的类型吧？蛮可爱的。有超越音声吗？我觉得音声是个性非常可爱，第一名。那外貌呢？哇，外貌第一名哎。对啊，外貌是他。外貌对啊。你说外貌对。我不太看外貌的。真的、哦？对啊。如果现在要约出去喝酒，然后 maybe 还可以怎么样的话，然后音声还是要艾容。应该还是会音声啦。英仙，你都已经跟他做过很多事，你干嘛还英仙？吓我一跳！吓死我了！吓死我一跳！做过很多事，是体验过很多事，你还是有英仙？没有，就比较熟悉的感觉。哦，好吧。但是艾荣其实他今天在盲选之中，他也是有在这个条件里面有选出一个你最喜欢的。哦，是有你，所以条件是什么？我的条件吗？因为我本身就是比较喜欢年纪比我大的。成熟的，然后要灵魂有趣的，所以只按照那个字面上的选项的话，我选的今天选择的是，噔噔，幽默音乐才子，脾气好，然后财富自由。脾气好我觉得蛮重要，因为我本身是牡羊座，所以呢，如果对方也是很火爆的那种个性的话，我们两个一定会打架，所以我觉得不行。所以如果脾气好的话，我觉得相处起来会很不错。然后音乐才子，因为我蛮喜欢那种就是你可以话不多，但是要幽默。然后财富自由的话，就是他可以，我自己是可以赚钱的啊，我是这一项是还好，可是我觉得他如果就是可以带我见更多世面的话，我觉得也不错，就选这个。然后我今天啊，就是为了他，所以我就做了一点，可能就会觉得可以直接带我去看音乐会的打扮，比较偏气质的感觉，然后猫头，哇，无缘的结局。然后你刚刚还说不会追他。但我选完之后，然后我今天再仔细看，我就发现有点不太对劲，就是越来越觉得不太对，就想说这个条件这样子分析下来，好像会是小钟哥。你有预感是不是？有点发现越来越不太对劲。所以小钟哥他就是也符合你的条件呢、啊，你为什么不会喜欢上他？这个问题、啊。对啊，为什么呢？还是你们会慢慢的日久生情那一种？就是应该不会、欸，因为我们没什么，真的不会，没什么接触哎、欸。他的外形完全不是你要的，是不是？应该不是。我其实没有很在意外形、欸，不可能，不可能。没有哦，我知道为什么，因为可能每一次我可能，比如说见到小钟哥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比较喜欢我旁边的女来宾，然后我就会。这样讲也是有逻辑。因为我没办法接受，就是男生在眼里有其他人，我只能希望他眼里就是我一个。哦。从头到尾就看到我了，然后他一直在你面前就是看上别的女生，看上别的女生，对对对，这样子是录节目好不好？小姐，只是录节目好不好？又不是我录完这个节目，我也不可能跟你就在一起吧？你有多难呢？哦，对啊，你不是在我们节目也爱上 Baby 过？有，所以他真的很容易爱上别人。对，就算是开玩笑，可能节目效果，我也是会有点在意。哇，走心了啦，会走心。不行，那撇除这些条件的话，今天如果只看第一面，现场五位男生，你会想跟谁约会？五位，哎，你是看到谁了？什么？还有一位，你是说那个吗？制作人吗？我不小心算到自己，那就一起玩好了。你也要算的？不小心算到就一起玩，干脆。你去那边坐着。蹲着，你现在蹲着了。好，我知道了啦，我知道怎么做。你要选谁？只看外形，你不知道他们的个性。只看外形哦，哇，
派翠克如果加入的话，我想想看。你看会动摇。我会选刘书鸿。白痴啊！你只是让他更加确认自己，更加确认自己要喜欢谁。I like it, I like it。可不 Bora 嘞 ，Bora 嘞，就是加了一位的话，他会不会改变？真的不要翻译，不用翻译，他的脸，他的脸，还是楼镜，还是楼镜，是不是？天正道姑，那没关系，他这还是原来的就好。你要滚回来吗？我不玩了。对，大概是这样。好，那你如果去约会的话，你大概会是什么样的装扮？你觉得是最 OK 的？其实我是喜欢变化的，就是我不会走同一个路线。可是如果是第一次约会，怎么穿是最安全？然后又有一点小可爱或者小性感。对，我觉得一定要小性感，就是那种，你可能合身，但是你又不会很刻意的那一种。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第一次约会打扮得太刻意，就是洋装太可爱或者怎么样的话，对方可能会笑。所以可能一件黑色的。黑色对，可能这样子比较暗色，然后又绑一个小小的心机在这里，什么意思？什么东西？礼物啊，因为这样子他会一直想要去瞄那边，好像觉得这边有可以帮你拆开，是不是？对对对，你这个心机很重小心机。刚没看到，你也是个玩咖是不是？我没有，我只是当有趣啊，所以有玩他，就很有趣。有多少男生拆过那个丝缎带？会啊，有啊，男朋友有啊。对，然后很好玩，是不是？很好玩，因为我觉得男生会觉得很有趣吧，有新鲜感。男生会喜欢玩拆游戏、拆礼物的游戏吗？偶尔就是突然来个一次这样。一直很想拆的感觉，你看很久了。有时候你在用那种什么，你是欠人家钱还是什么？一直这样，他心情好像好像是。我觉得你一直在做形象，他一直在摆那种表情啊，高姿态，高姿态，他有点像高高在上，恶不恶心？有点觉得他有点高高在上。我在听人家讲话，有点讲话。Huma， 你跟他讲，他以前演的那个戏很丢脸，他是里面是还要结合动画，然后他是燕王，你现在演一遍给他看，快点。灵火幽冥，可以。然后就会有火焰出来。不错，所以你已经有做过这么丢脸的事情，你不要再给我摆那个表情。我跟你讲，艾蓉选你的话，你就去拆礼物，不要用手用嘴把礼物拆下来，好不好？新年特辑，如果你是最后的话，是不是？对啊，这个很过瘾吧？凭什么有点决定？你不是他也是，你看他不是也，我帮你出气，你还在那边闲。不是，只要经过艾蓉的同意，艾蓉一定 OK 的。艾蓉很，她配合度很高啊。要欢迎到的第三位美女呢，她是运动型美女啊，运动型的。你们有 idea 吗？运动型。你们是会喜欢运动型的女生吗？超喜欢啊，喜欢。非常。怎么说？因为运动型通常她的个性就会比较浪，对，比较阳光，比较阳光，然后没差，对，很棒。比较不拘小节，我觉得身材应该好。而且她说请的很大咖，我觉得应该是戴资颖。哦，哎呦，运动型美女戴资颖来到现场，有可能来我们就立刻追求。你就追什麼，你这个是殺球，还是郭幸存之类的？很难接。郭幸存也有可能，郭幸存有可能，郭幸存也有可能，那个举重那个美女，对，运动型的。那魔具你自己本身是就是运动型的啊？对，你有参加那个运动的啊？那里面就很多不错的女生啊。对，所以我想说，有没有可能会是运动会里面的？有可能哦。所以运动会里面你觉得最漂亮的？对，最正的是哪一个？祖威吧。哦，胡祖威。祖威，祖威，祖威啊，对。那伊森，你脑中想到谁？我刚刚不知道为什么会一直想到小贤，小贤，对，因为他也是很户外，然后很喜欢玩水啊，冲浪，小贤。这位大老板刘老板，刘老板，这位股市大亨，刘老板，他好像叫雷爱美。雷爱美，我知道雷爱美。第三位运动型美女到底是谁呢？让我们来欢迎她。哇，哎呦 ，Sabrina， 快选妹妹。嗨，这应该算运动美女吧？哇，很运动。为什么没有又没有反应了？大家好烦哦！你们干嘛？你们这样很不热络，你们的笑扮不对。又不对，比股市大亨好多了。大中怎么了？因为这个也算是有认识。为什
怎么笑成这样？笑点是什么、啊？你是不是看过他什么糗事？没有糗事，没有啦。Sabrina， 怎么了，小峰哥？为什么？请问一下，哥，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反应？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笑点在哪里？没有，我就很想笑。没事，没事，没事。毛俊，刚刚你说你也是喜欢运动的女生的话，像 Sabrina 这样，你会满意吗？我觉得这样不错啊，感觉太壮了，蛮适合一起出去运动的。就这样。没有，就是会想要。多了解一下，多认识一下。欸、不过你刚刚也有盲选，对不对？对，你选到的是盲选的，但是这个帅气小鲜肉，然后运动能力佳，还有想做什么都可以陪我。那为什么你会选择他呢？我觉得主要是我，看过这四个所有条件里面，我觉得这个比较符合我的生活。是，因为我本来就是很爱运动，然后又很喜欢上山下海，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都蛮符合我的。但其实我平常是比较 prefer 就是年纪比我大，但是现在仔细想一想，小鲜肉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好，对，所以就选了这一个。因为我也是真的很爱运动，每天都要运动，嗯，每天都要，哎呦，而且可以陪我。做很多事情，可是你可以感受到他那边的气场很冷吗？你说就没对我没那么热情吗？对，我觉得我可以理解啦。前面两位就是真的很优秀啊，你很 sexy 啊。对啊，可是我觉得我真的不是一般就是台湾男生会爱的，会觉得很难驾驭，是不是？对。那如果先不论个性的话，如果以一个外表来说，四位你会先选哪一位？就在应该是苏虹吧，因为我是喜欢那个。比较股市大亨，干净，干净，低调。可是他很喜欢去找半醉不醉的女生。哇，刚好喜欢，喜欢喝两杯。哎呦，苏菲娜刚好符合。不是，我说喜欢喝两杯，他不是不喝酒吗？你不喝酒？我那天是被你们大概逼的，好吗？真的，你平常没喝酒，他平常滴酒不沾哎。真的哦，所以你很难捡到他哎。我没有捡，我跟你讲，那一次，好，不讲了，不开你玩笑。但是牟俊感觉比他苏虹再更近一点的感觉。可是因为牟俊他看起来比较小只，因为我真的有就是小只，看起来小只，小只，小只哦，比较。牟俊你几公分啊？我177。不小，还是毛俊，你站在我旁边看看，我看我们有177，你有那么高、啊？下课也自己。哎呦，小心，其实可以，其实不错哎，不错哎，有哎，可以吗？有吗？有，但我觉得他跟苏虹比较大。对，毛俊跟都苏虹来的，下一个在左搂右抱，左搂右抱。对，他跟苏虹好搭哇，一四六，哇，苏虹啊，颜色也搭。哎呦，你跟苏虹蛮搭的，真的吗？而且因为他已经被人家选走了。对，谁？他刚刚也说他们两个比较搭。对，他说他这样比较搭。他跟这位老板，他跟老板比较搭。他跟老板。对。你会不会苏虹跟毛俊比较搭？来试一下。好像。其实好像差不多哎。接吻。我的心中是真的要亲一个男生，我只会亲阿本而已。你一定要把场面搞僵啊！为什么突然要亲男生呢？今天不是来跟女生联谊？我们节目就是很 freestyle 啊！对啊。哎，其实可以啦。要不要亲？当做拍戏，当做拍戏。你现在这两个不亲，你就亲那个意思。我跟你讲。哎，好可怕！舌头伸出来了，灵动之舌。我想起道哥。灵动之舌。你要哪一个？快点。选一个。牟俊呢？嗯，牟俊好了。你们亲了，我觉得。当做会吸到很多，对啊，真的，一定很多粉会亲了，真的。哦，苏虹可以哦，来了，真的。毛俊来放感情，点一下，点一下就好。要有眼神，然后慢慢闭起来。就是一般好兄弟会亲的那种感觉。导演指导一下，导演。就是一个情境，彼此爱了很久，最后终于得到对方，然后就是亲，然后慢慢你把他的头就是这样压。有一种就是拢过来的那种心 ，OK 吗 ？OK， 你是专业演员 ，You are professional， right？ OK， 好，来，三二一 ，Action！ 哇！你看，哇！喂，
我还不惜第一，好像亲了三个男生哦。真的假的？假的。每次都会被 Q 到要亲。我上一次来，然后什么 BLG 宣传，然后他们 BLG 宣传跟我也没关系，根本没对眼。然后我还两个都亲。哎，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好适合被男生亲哎。你有点娇羞哎。有点娇羞。我看到你，我在这里看有点害羞。我忘记还有被亲过，可是我看到你，我就觉得你很需要被男生亲一下。而且每次都叫另外一个男生演霸道总裁，然后我要演娇羞。然后就说，我这样子吗？这一段到底是为了什么？私心，私心。OK， 请回座，刘董。最后，因为那个很难得请到三位美女，也没有还好，她常来我们节目了。嗯，班底，就是还是要进行一下那个最后的选择。是啊，因为其实，在对谈之中，对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改变，除了玩笑以外，所以要请三位女生旁边都有板板，你们要写一下，如果今天真的有后续想联络约会的话，只能选一位的话，会选哪一位？那但今天四位男生，如果你们也选的话，你们心中是有答案的吗？如果也只选一位的话，我们有这个资格吗？今天很亮耶，小东哥今天很负面呢。他都可以演股市大亨，我不能演啦。你就不像股市大亨呐，穿的那么寒酸。还是他们也要在他们背后写号，板子后面好了，你们也写一下。我们有板子哦。配对成功的人要手牵手走台步哦。嗯，好。那我们就要先请三位女生把牌子一一翻过来。嗯。从 Sabrina 好了。好。Sabrina， 你最终的选择是？还是我去后台运动一波？运动一波啊！认真健康。OK， 好。好。艾荣。艾荣选的是？我来喽！一二三。霸道总裁，哎，为什么？为什么？我觉得刚刚这个表现得很好啊，啊，有吗？哪一段 ？BLG， 哦，对 ，BLG 那一段 ，BLG 你在圈粉的就是，对，他直接讲，他一度幻想他是徐魔镜的，谁？徐魔俊，徐魔镜。你们很坏，是看魔镜的表演能力。徐魔镜，我就跟你说，你们俩亲嘴绝对是会圈粉的嘛。真的，而且我觉得苏红好好笑。可是我已经亲第三个了。OK 啦，你每我跟你讲，每次来都亲，都亲一个，就成为你的招牌了。真的，会不会中间下一次就我们亲了？哦，不可能，真的。太 cute， 好，要看 Bora。Bora 最终的选择是。哎，哇！啊！写错了，他写错了。天走过路，还是是韩文的四？不可能！아니요그다들너무자상하실것같은데제가또개그유머가他有阴阳眼，他看到他后面有东西。他爸跟他。유머감각있는사람굉장히좋아하고뭐든지열심히하는걸좋아해서굉장히지금뭔가에너지자체가적극적이신에너지라서선택해봤어요아이고被 Cora 这样讲哎，哇塞！然后他刚刚又立刻脱裤子，他是不是觉得他就是很很勇勇勇于尝试又积极？男仔应该对脱裤子那段是不是打加分打动他加分啊？그파시에아직삼각팬티였으면생각해봤을텐데너무팬티가커서잘모르겠다他说如果你今天穿的是三角裤，那我可能考虑一下。但你的内裤太大件了，所以可能就到此为止就好了。OK， 好了，我看很仔细，女生的选择结束了。会不会有人配对成功呢？我觉得有。今天其实你看，除了钟哥不好意思，今天还可以再录下一次。哦，我每次都是这样子。没，我习惯了啦。二三四都有人选，对，所以代表说有可能最多三组配对成功。Sabrina 的选择徐魔俊，徐魔俊，请问您的选择是？我选那个粗暴。没有，因为那个一定选他，你要从头到尾 Bora 都说喜欢他，最后他跑票啊，而且我有观察到那个 Bora 从就是他刚刚进来之后，他的脚就一直维持在一个很那个淑女的状态，斜斜的也猛威胁的状态，从头到尾都没有变这样。
所以脚能够一直威胁你很喜欢，是不是？对，不是不是，就是会可能小细节觉得说，他很注意注重一些东西这样。比如说想说他突然讲这个干嘛？对。可是你有没有很不爽？他本来选你，后来改成选医生。我觉得他不爽。他没有选我，我觉得还好，但是后来选医生，我就有点不爽。好，失败，失败，可惜，太可惜了。下一位艾荣。选了刘董，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请问您的选择是？等一下，有经常的，但最后一个我觉得其实很好猜了，一定是中了，因为不可能有人不选他吧？对，而且他一出来就一直在夸奖说这就是我的菜，对，所以三号 Bora 选择了医生，医生，你选择这个一定是。请翻。没有，医生刚刚本来要改的翻，二改一不好改，而且比在他那边，可惜啊。像他又是一个小三啊。我其实本来一直目光都在。对，我应该这样吧。我其实目光有点快哭快哭的。对，很伤心哎。对，我想哭了啦，哭了，我被你打枪了，哭了啦，哎，百万网红被你弄哭了啦。新闻头条了，真的，居然说医生拒绝，医生拒绝，居然有这种事，对，真的见鬼了，真的见鬼了，真的 ，Bora 哭了，没有，我们心头有鬼，对不对？没有，因为医生刚刚，医生哥刚刚说他想拆礼物了。我其实从头到尾都是真的都是在注意 Bora 的任何的事，真的真的，没有直到艾柔他说他的那个什么蝴蝶结什么，你想拆礼物？从那个之后我才想说奇怪，好像我又没有试过说帮女生拆礼物，起了色心啦，不是啦，就是因为对，邪念这样，哎呀哎，真的不能有邪念，不能有邪念啦，钟哥你说的对，不能有邪念就可惜了。其实如果以长期，不用多讲，没有没有。你就是起邪念，就可以互动了。好，所以唯一的是刘董跟艾柔，恭喜！耶！手牵手，今天衣服有搭档哎，握手，先握手，然后再牵手，这就等一下就去约会了。先手，流汗了。牵手往前走，哎，苏红边走边撒钱。哇，是怎样？苏红 ，Let's go！ 哇，霸气总裁！哇，真的有哎！什么都聊，什么都不奇怪。哇，这句话好老派。快来订阅小姐不息地，记得分享、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哦。小铃铛是我要讲，开启小铃铛哦。叮叮叮。